现在我们都要戴口罩了。必须的呀。我中了两包，运气很好。好运连连。这里都封了。手机要封掉了，又没生意了。我们今天一天好大哦。路上的人也特别少。现在没什么生意，要不我们两个人玩一个游戏。什么游戏？你信不信我能把1000数成900？真的？要不试一下？我不相信。拿来嘛。你要是能把1000数成900，我这个钱都给你了。好，说话算话。我这里刚好3000块钱，那我就给你试一下。我也想见识见识，怎么把1000数成900了？10张。拿来。开始。数呀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哎，不是，怎么回事啊？少了一张。我明明给了你1000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会变。变魔术啊？对。我不相信，拿来，我数一遍。我不相信，我10张怎么会变成9张了？我来点一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10张，怎么回事啊？你真的会变魔术吗？拿来，再试一遍。好，再给你数一遍，我这一次一定要看清楚。来，输了怎么办？愿赌服输，都给你。还有这个，哦，还有这个2000也给你。那行，把那2000块钱放桌子上。没事，在我这里。不行，放在这里。我还没看清楚你这个魔术怎么变的。可以，我让你看清楚，把钱先放到这里嘛。不行，我怕你会抢掉。你再数一遍，我一定要看清楚，我那一张钱到底哪去了。啊。1、2、3、4、5。我的手机快没电了。9。我还没看清楚呢。运赌服输。手机没电了。我的了。20。哈。这是我的钱，你套路我。10块钱要你。胖哥，你信不信我不费吹灰之力能拿到你这3000块钱？我不信。你先把这个钱摆到这里，拿过来。你怎么能拿得到？然后上面压一个杯子，我不用动这个杯子，我就能拿到这个钱。我不相信。那你先把它放下呀。我不相信你不动杯子能拿到这个钱。换个玻璃的吧。行吧。哎。少来，到手啦！不太开心了，物归原主了。耍赖，这样不算，你都是耍赖。愿赌服输，你扫码进店。每个人进店都要扫码了。全民防疫，人人有责。